顺便这样子咬一口。哎呦，新造型啊！营养师一点也不健康啊，一早就在吃棒棒糖啊，不好意思。算了啦。讲到这个，阿伯最近身体怎么样？他有叫我给你拿那什么，那营养菜单啊。就是照着这个菜单上的东西，然后这些食物准备给阿伯吃。起来了啦！起来了！怎么会睡？你是真久不知恁爸啊穿几号来？爸爸，我起来，我起来，别怕，别怕。知影惊就好。张六七，出发呀！好，等一下哦，我出来啊。喂，我要陪跟大，还有陪跟大。你是没看我在忙是不是？不会自己弄哦。你快一颗那么清晰了，两颗八十几而已，其他都搞到低空飞过，你是谈什么车啊？哈，我连上线都游戏啊！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从小到大习惯都没有变过啊，不来这还会去哪？又在担心钱吗？这次学校奖学金没有领到，3万块就这样没了，运气不知道会差几点。有领到庙里的奖学金就好了，像我没有被当，成绩给他技术性的低空飞过，我也有领到庙里的奖学金啊。没有运气好或不好的问题啊！你现在遇到难关，也许是神明给你考验。我相信未来你一定会直到属于你自己的圣杯了，只是时间的先后问题。
你现在担心这么多，也没办法改变什么，不是吗？哎、欸，你今天脑袋格式化，平常只装吃的，今天怎么可以讲那么多大道理啊？成绩差不代表我笨哦。随便啦、宝贝又亲啊，没关系啊，领到一份也不错啊。你知不知道少了一份奖学金，你下个月要回医院复诊，还有我下学期要开学费用哪里来啊？而且代工的钱要到月底才能下来，你叫我怎么不担心啊？我身体还好啊，没关系啦。啊、我们再跟房东说看看可不可以分期缴啊？我都已经被房东警告了，要是我下一次再不一次缴清房租的话，他就要赶我出去耶。我哪里找那么便宜的房租啊？钱我会再想办法。我有去应征一家食品公司的暑期打工，我在等通知。老板，对啦，啊，你给我们拜托一下啦。我们那个宝贝吼，又庆吼要开学了，啊要缴房租啦，嘿啊，无啦啊，我们最近吼就比较紧啦，没有差很多啦，4000块，嘿啊，啊拜托老板帮帮忙好不好？嘿，是啦，谢谢老板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讲，哦各位哦，哦，好啦。好，我们一定会准时交货呢。好，好，啊，麻烦你嘿，谢谢你吼。好，感恩哦。好好好，谢谢哈，再见嘿。你钱有够流出水无啦？有信啊！阿伯吼、要读真济册啦，啊，毋过开这个早顿店，20几年来，富过800万个人。阿伯吼、拢甲家己讲，爱加一寡笑容，人个面相吼、